帅过李晨，范冰冰中学旧照曝光，大量与初恋男友亲密照疯传，而不少张照片中都有一位高大斯文男性常入镜和范冰冰合影，就有网友出面爆料，该男子其实是他的初恋男友，传对方是范冰冰长笛老师的儿子，两人是青梅竹马的关系，常一起练习而日久生情，男方长大后则继续在音乐圈发展，现为音乐老师。一系列旧照曝光后，除了初恋史成为讨论亮点，大家也不断夸范冰冰有颜又有才，直呼范爷从小到大美貌气质都没变，天生丽质再度受到认证。